日本大阪市存废220万居民11月1日投票决定。山东再爆疫情，艺人黄晓明11日前回青岛探亲，停留半个月，粉丝关切健康状况。中俄古巴当选 UN 人权理事会成员，蓬佩奥谴责。足坛震撼球星 C 罗确诊，原本要对战瑞典，确定不会出赛。